嘉欣，不管你怎么在意我和安娜的过去，只要过了今天，以后你就可以彻彻底底的放心了。洗好了吗？嗯，洗干净了，幸亏没留下痕迹。刚才是谁找我？哦，律师事务所给你送来了一份文件。嘉欣，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这个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双方离婚后，男方需按月支付赡养费。考虑到女方的经济能力与受教育程度，孩子的监护权归男方所有，同时女方自愿放弃探视权。如因不可抗原因失去孩子，女方应立即同意与男方离婚。这就是昨晚西义父要给沈律师打电话做的决定啊。昨晚？是啊，昨晚我跟西义有聊到你们的未来，他说希望在年会之前让你清楚他的立场，所以就打电话给沈律师说修改了离婚协议。我没想到他的决定竟然是这样的。他竟然连孩子没有出生的情况都想到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诅咒我的孩子？嘉欣，你不要这样。我可以离婚，可以不要王希怡，但是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孩子。陈嘉欣，对不起，只有你离开了，希怡才能回到我的身边。对不起。